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瑜伽951的严颂，今天带来一首慢曲，名字叫做《历史课》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说天道地论古今，卖词也需要创新，穿过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，吕布为他着了魔，那偷袭王允杀董卓，杀完董卓投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，杀敌战将已无数，三英无法挡他路，要问三英哪几位，关羽张飞和刘备，三人称兄又道弟，那个铸就桃园三结义，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辅佐，三顾茅庐请诸葛。说完三国讲水浒，山东梁山雷震谷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那个拼命要为民做主，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人称孝义黑三郎，策略指挥能力强，武术不是他擅长，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愿为兄弟把命舍，梁山好汉战方腊，敌众我寡不惧怕，青丝都变成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孙胜买个手机叫 iPhone， 小李广是华容，弹弓比赛他称雄，母夜叉孙二娘就爱欺负喜羊羊，青面兽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鱼翅，花和尚鲁智深带着链子开大奔，阎耶罗栾小七成天成宿打太极，小旋风是柴进坐着地铁玩游戏，这个屌丝真给劲，那么青龙白虎身上印，独火星是孔亮爱吃大葱蘸大酱，矮脚虎是王英男居然来月经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那么随时都能要他命，神火将为定国，为了金钱眼全裸，跳进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，猪尾龟陶宗旺，身宽体阔非常胖，随时随地把地放，那么一浪高过另一浪，以上全都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，只要大家都喜欢，每天我都写一篇，小明昨天很受伤，了解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太嚣张，那么再来惹我就开枪，鬼上叫我明大人，谁要再敢欺负他，鬼就把谁带回。